我拿到完整的剧本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五雷轰顶。然后我还问他说：“那这个五十六岁部分是我要演吗？”然后他就非常理所当然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我跟你讲过啊。”让导演骗演员都有很多方法。哦，这你应该很明白。制作人跟导演就是制片，制片嘛，又制又骗。我会觉得我们的呈现度是非常真实的，是因为有些台词是我跟我妈贡献的。还有他讲好多，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有这么多？他说我爸，我妈也都会这样讲啊。对。那如果妈妈来看戏，看那些台词，不觉得很熟悉吗？哦，妈妈没有觉得，妈妈没有，因为她妈妈来看了几场，妈妈来看了，听说都没有觉得是在说她，觉得是在讲别人。我在演啊，那可爱可爱。对啊，每个家庭好像都会有一个情绪勒索的人，在我的家族里，应该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。情绪。但这几年就很流行很多的书啊，什么跟家庭和解啊，然后沟通。我那学跟我没关系。全新一季，E Studio 一镜到底。